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权益大讲堂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拿地址。拿地址就是从初爻到六爻位都添加上十二个地支，这叫装卦法，也叫拿纸法，也可以称叫拿甲。十二地支就是子水、丑土、寅木、卯木、辰土、巳火、午火、未土、申金、酉金、戌土、亥水，这十二地支。第六十四卦的拿纸是有规律可循的，都是根据八经卦处在上卦还是处在下卦来进行拿纸。八经卦就是把春卦，拿纸的规定如下：在讲拿十二地支之前呢，我们大家往这里看，来看这个手掌图啊，这个手掌图咱先从子看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大家看到这有六个绿颜色的，有六个红色的，这六个绿的是阳，十二地支的六阳。这丑卯巳未酉亥这六个是阴啊，十二地支的是阴，它有阴阳嘛。那么我们大家看看啊，第一个咱先从子开始，子代表子水，中间这个丑土就是阴，隔一位是阴，然后阴母又是阳，隔一位又是阴，这个又是尘土是阳，隔一位四火是属于阴，五火它是属于阳，隔一位未土啊，它又是阴，所以申金是阳，酉金是阴，戌土是阳，亥水是阴。那么亥子丑这里头都含有水，代表是水啊，这个是代表是土，亥子水它是冬天三个属相。寅卯辰它是代表是春天第三个月，寅卯辰第三个月它又是辰土，一个季度最后一个月是辰土。大家看一看，四五未是夏天，那么四月是火，五月是火，六月里头又是土，最后夏天的最后一个月。七月申月开始立秋，八月代表是中秋，戌土是秋天的末尾一个月，它也是戌土。离冬正冬，这是离冬，子水正是腊月，正是最冷的时候，丑土接近叫立春，它又是一个土，这四个土称为四库啊。到后边学库法的时候再给你们讲，隔一位是阳，隔一位是阴，隔一位是阳，隔一位是阴，我们知道这个循环。那么大家我们来看看黑板上这四个卦，乾、坎、艮、震，这四个卦首先说是四阳卦，它属于阳啊，这四个
它总共是八个卦，这四个卦是阳卦。咱们先看看乾卦是父亲，这个是第二个儿子，这个是小儿子，震卦是长子，这是他三个儿子啊，三个儿子，老父亲带住三个儿子。咱们讲讲这个十二地支在每一个卦中的排法，大家要记住啊，乾卦要从子上起啊，乾卦要从子上起，大家看看这子丑寅卯，一开始就是子水，乾卦是六十四卦的打头卦，也就是六十四卦的首卦第一卦，谁要聊到乾卦的时候，这就是天下第一卦，天下第一卦指的就是乾卦啊，它的五行是属于金，上节课我们讲了它代表父亲，代表天啊，乾为天为父，那么乾卦要从子上起，子水一开始，你看子，乾卦它没有阴，它的十二地支当中，也就十二属相当中，全部是用的是阳，它不用阴啊。大家看看，从戳爻开始，从子上起，乾卦第一卦，子阴辰午申戌，这六个属相排列起来的，大家往这看啊，这六个属相，子阴辰午申戌，是不是这个六个属相的，它属于阳，全部用上了。大家我们反过来手掌看一下，这是十二地支的排法，各一位往前走一位，你看子水从这开始，格调抽图是阴，不用是阴母，卯母不用，用辰，这下三卦，这叫下边三卦，叫子阴辰，子水生阴母，看着吗，这个是水，这个是母，这个是土啊，叫子阴辰，各一位就是阳啊，子阴辰，看着吗，又各一位午，各一位未土是谁，各一位酉寅是戌，戌土叫子阴辰午申戌，大家看着这个排法，子阴辰午申戌，根据这个六章法，大家我们就会排震卦啊，排震卦。第二个，咱们接着讲第二个卦，是坎卦。大家知道这个乾卦，它的五行是属于金啊，五行属于金。这个坎卦，它的五行是属于水，在北方。乾卦在西北啊，在北方，北方是水，永远都是水，大家记住，北水南火，东木西金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变啊。水既然是乾卦的第二个儿子，那么好，那就从第二位开始排起，因为它也是阳嘛。那么你们看嘛，乾卦是第一卦，从这个子开始，坎卦是他的第二个儿子，那么好，从第二位的阳位，阳位的第二位就是阴母，从阴母开始往上说，给一位说一位，给一位说一位，净说十二生肖的阳生肖啊，阴阳的阳，大家看看，从第二阴各一位是辰，各一位是午，这叫阴辰午，大家看到这来，阴辰午，你搁手上哦，食指下边是阴，
第三个第三节是辰，然后掉到中指最上方是午，阴辰午各一位啊，阴辰午，阴辰午。那么再继续来上边的三个爻位，它组合一个卦，这叫上坎下坎啊。申戌子，这都是定义永久不变的啊。各一位，从午火各一位是申，申金各一位是戌，戌各一位是子水，叫申戌子。同样是用了六个生肖，是阳生肖啊，寅辰午申戌子。那么乙爻是寅，二爻是辰土，三爻是午火，四爻是申金，这是五爻，五爻是戌土，最顶上这个是六爻是子水，这叫申戌子。这是第二盘。那么看他第三个儿子叫艮卦，那也就是最小的儿子。那么既然二儿子从阳属相的第二个，那么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也第三个儿子，那就是从阳的第三位辰土。大家看看，子水是第一位，寅母是第二位，第一第二，最小的儿子是辰土，大家看清楚。这个辰土从这开始，同样的各一位往下说，说六个数，辰、午、申，大家看着，一爻是辰土，二爻是午火，三爻是申金。那么上三卦是戌、子、寅啊，戌子寅，大家看看这来，戌子寅收尾，然后这就是打头，辰午申都是各一位啊，各一位都是寅，戌子寅，大家看看，四五六是戌子寅。这是他第三个儿子啊，第一是父亲啊，第二个开始是他的二儿子，从阴打头，第三个是他小儿子，从辰土开始往前说，都是各一位说一位，子阴辰无辰许，阴辰无辰许子，第三辰无辰许子阴挨着反，我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。那么掉个头来，哎，网友们，咱们再看看他的长子，长子如父啊，长子如父，父亲不在了，由长子来主宰一切。那么他的排法，他是震卦啊，是他的长子。他这个长子和他父亲的排法是一样，都是子水打头，说子水打头，你看着和这个是一样，子第二爻是阴，第三爻是辰土，第四爻是午火，第五爻申金，第六爻是戌土。那么子水打头各一位，子阴辰午申戌，他的这个庄的十二地支和乾卦是一模一样啊，是一模一样。大家看清楚了，子阴辰午申戌，子阴辰午申戌。所以长子随父和父亲呢，五行都一样。为什么一样啊？父亲所行使的权利，那就由他长子来代替，所以他的长子这个
十二弟子的排法是和他的长子是一样的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四个阳卦，这四个阳卦排十二生肖就是这样排的，子鼠、寅虎、辰龙、午马、申猴、戌狗，这个阵卦也是这样，同样的，只不过呢，它的五行不一样，它是属于木，它是属于金，金来克木，为什么？当父亲呢，就要管住儿子，就要管住儿子，管住长子，剩下的儿子都好办，所以乾为田为父，震为长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，乾为田，坎为水，啊，艮为山，震为雷，这四个卦名，震为雷，艮为山，坎为水，乾为田，这是四个卦，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从何排起的，所以这四个阳卦就是这样排起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记住以后往下你才能听懂我的课程，否则的话这一点你记不住你就听不懂。以后呢，我还会给你解释这一个卦，一个卦如何代表什么，怎么去发挥，怎么去算八卦，怎么算得准，怎么断，所以啊，一卦多断啊，就从这里开始啊。这个课四阳卦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下边给大家介绍四阴卦，它总共八个卦，这是四个卦。我们下边呢来看一看四阴卦的十二地支是如何的排法。首先看呢，这个流掌法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也看了。首先我们讲的是巽卦，巽卦是他的长女。刚才讲的是长子啊，二子和最小的儿子，现在开始四阴卦，讲的是他的长女，开始讲啊，长女是巽卦，巽卦呢，它的第一爻，我们大家看，乾卦是从子上起啊，咱们看看巽卦是从丑上腿啊。丑从丑土开始，挨着子水的丑土啊，隔一位往上排一位，丑啊，我们从丑上开始讲啊，阳卦是顺着排的，大家我们看一看，子寅辰它是顺。这个引卦呢一律是逆排，倒过来排，这叫阳顺引逆啊，阳顺引逆，丑一过是亥水，亥水一过是酉金，隔一位酉金是未土，未土隔一位是巳火，巳火隔一位是卯母，大家看看巽卦，丑亥酉未巳卯，这来倒排啊，丑亥酉未巳卯，把这个从寅未开始隔掉一位是阳的，丑亥，你看隔一位是酉，隔一位是未，隔一位是巳火，隔一位是卯母，这就是说从乙爻开始，丑亥酉未巳卯，巽卦的五行属于母啊。
我们再看一看历卦，历卦是他的二女儿，二女儿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大女儿是从丑土，二女儿就往后再倒一位，从卯母开始，大家看一下，从卯母，卯、丑、亥、酉、未巳，同样的是各一位倒说啊，说到六个数就可以了啊，因为它是六个爻位，看着卯、丑、亥、酉到这来了，未巳酉未巳，各一位往上斜一位，卯、丑、亥、酉、未巳。如果大家学习的时候按照我这个写法，你们就好记了啊。我们大家再看一看对卦，这个历卦的五行属于火啊，二女儿在中指的指尖上啊，小女儿是对卦，对啊，五行是金，大家对上去看着啊，上三卦下三卦，每一卦都是上三爻下三爻，这也是上三爻下三爻，从丑上，第二个是从卯上，从卯头开始，第三个他的小女儿是再到一位，从巳开始说，从巳火，巳卯丑亥酉未各一位，从乙爻一直说到六爻上，大家看看，巳卯丑亥酉未，这叫巳寅卦啊，这是他最小的女儿，从巳火开始说到六爻上一样，各一位倒说到未土啊，倒说到卯丑亥酉未巳，倒说阳卦是顺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坤卦，坤卦代表是母亲啊，那有个乾卦代表是父亲，坤卦乾卦带着他的三个儿子，老大老二老三，坤卦带着他的三个女儿，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啊，小女儿，说这个为什么对卦和坤卦放到最后呢？因为他俩离得最近，母亲跟小女儿住啊，离得最近，因为坤卦方位在西南，对卦方位在正西，西和西南啊是距离是很近的啊。现在我来讲讲坤卦，坤卦再往后退一位，从坤上开始，从位上，位给位巳卯下三卦，位巳卯楚爻从位上开始啊，对卦楚爻从巳，历卦楚爻从卯，巽卦楚爻是从丑开始，位巳卯，看他也得倒说，未巳卯丑亥酉是上卦，丑亥酉这是上卦，这是四阳卦配四阴卦合起来是八个卦，这叫配八卦配十二地支啊，八卦配十二地支，说后边呢还有配六亲，配的多着呢，说这是后边的课程，说这个拿甲法八卦配十二地支，今天给大家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再见。